欢迎来到东域油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。我们创立于西元1984年，到今年我们已经前后已经有32年的历史。我们今年开发的这一部前面式的油压机，目前我们经过我们的测试，整个能源比过去传统式的油压机我们节省了80%。我们是全台湾也是全亚洲地区我们第一家开发成功的一些油压产品，所以我对这个产品我们非常有信心。而且这一部是我们的 prototype， 我们已经接到我们一些客户国外的订单了，所以未来对我们整个新产品的开发我们充满非常大的信心。我相信这个对整个业界来讲是一个很革命的产品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好，欢迎各位，谢谢。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se machines, please scan th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video.